大家好，我是夜巨龙，迷幻幻魔兽世界。影片开始前，我把这一集的天赋、特质、精华以及整体数值陈列如下。那我们就开始吧。数字开场就死掉，没有，因为这礼拜清符咒，所以其实不应该像我这样，对，仇恨要自己再稍微控一下。说呢，我这把打的是 N15 的什么庄园？
一点点，我看错。是怎样？哎，我也太衰了吧！直接是三个分身在打我，哎，对，这边慢一点。这个爆发白费，对，这个爆发没用，开，对，哦吼，近战攻击，靠北啊！哎，还没，我想说奇怪，我还没被撞到啊，我刚没看到那个撞到的伤害，直接被近战攻击四十几万扒掉，四万多啦，四万多。这怎么打啊？怎么打啊，坦克？请你告诉我，这怎么打、啊？这坦克的仇恨为什么？哦、不，这坦克的伤害为什么这么低？不是应该是所有坦克里面伤害最高的吗？正常来讲，对，不需要腐化，应该不需要腐化才对，就可以打很高。对，可是我看，对，我觉得他好像不行，太严重不行啊。对啊，我随便打都 OT， 那个术士也是，我跟术士随便打都 OT 耶、欸。我整个不敢，我都不太敢打、啊，你知道吗？白痴吗？没事吧，没事吧，没事吧，没事吧。
放心，干，孩子死掉了。我是真心觉得这个战士有点烂啊，对他的仇恨不知道为什么这么低，然后又不是很硬，他装等多少？464，哦，好吧，464，哦，好好 ，OK。464其实装等是偏低啦，以打15层来讲的话，15层464我觉得不太够。对，然后他再加上，像最重要一点就是他的，他好像对职业有点不太熟吧，个人感觉，对。看他坦克刚刚起手嘲讽，为什么起手要嘲讽？你懂吗？对，放心。哎，滴滴喽。用心的说 ，three， 还手皮 ，one， 。
是啊，你的仇恨很低，术士又被你害死 ，OT 致死了。我真的不敢打很用力，你知道吗？我真的不敢打很用力，因为这战士很烂，真的很烂。这个不 A 啊，这个我记得会有激励。还在受皮掌，对，还在受皮掌。这个猎人可以直接拉黑了。对，这个战士其实也可以啊，因为他太弱了啦。不是我要嫌弃什么吗？这真的有点太烂了，对。Two.
七无毁灭术。475不是开玩笑的啊，各位。这术士应该会被气死。对，打都不，他这样子跑是打都不用打就200%会死了，因为小怪的第一目标绝对不会是他。对，他连一下雷霆都不愿意抢一刀。
克真的有问题啊，一点点仇恨都不做，你就跑上来，不行啊，你要一次拉两波，你还是要做仇恨啊。对，而且你一定要开减伤啊，他刚刚那个看起来就是没在开减伤，你知道吗？还有加，真的是被这个术士的 damage 救了，你知道吗？来开奖吧。好，这局就先到这吧，谢谢大家。